嗨，大家好，我叫许米孙，今年43岁。我通过朋友的介绍，我认识了 Livion。我吃了 Livion 已经吃了接近2个月，这个是第二个疗。为什么我会吃第二个疗程？因为我发现，Livion 可以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。首先是我的睡眠问题，我的关节，还有我的手脚有点麻痹，所以这个我试了第一个疗程过后，我就发现我的关节疼痛已经舒缓了，所以我会继续再吃。再加上我的睡眠也好了，我是一个很难入眠的人，所以现在已经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。